就打诶，爸爸，父亲节快乐！所以呢，今仔日这个影片，要给爸爸诶一个Father's Day gift，嘛是要分享一个小小的惊喜。只是大家好，我的名字叫做曾立涵。今仔日呢，这个影片呢，我要用台语来讲，因是啥物呢？因为今仔日其实是足侪国家的父亲节咯，要祝所有的父亲节快乐。但是你知影吗？伫台湾，8月8日是父亲节，毋是6月13日是8月8日，因为伊的音，佮像迄爸爸。我之前嘛毋知影讲，父亲节是伫6月，所以我嘛感觉，哦，是哪呐？美国是安尼嘞。我有一天，我的讲中文的朋友，我佮伊问。是毋是你的国家？毋是老的，是百的。伊甲我讲，毋是啊，敢做你台湾较百的吧？啊，我阁问一个另外一个中文的人，伊 from 嘿 Malaysia，啊，问伊甲我讲，嘿啊，我嘛是老的，第3礼拜啊。哦，我阁感觉是安怎嘞？毋是讲中文的人应该拢是百话百理吗？结果我搁 Google 找，我搁发现一条最 surprise 的消息哦，消息，就是咧，在这个世界有足侪国家是伫6月第3礼拜，但是你敢知影，搁有一寡的国家呢，伊毋是伫六月，伊是伫八个月，像咧台湾就是8月8日。哦，8个国家有，无共款的爸爸节咯。那是你介意我的影片呢？记住爱起赞，搁分享，加一订阅，搁有开启小铃铛。希望你会当介意我这首歌，伊是红龙红的，叫做一支小雨伞 （The Little Umbrella）。So it's by a Taiwanese singer, and this song is talking about the love story. I hope you like my video. Remember to subscribe, ring the bell, and share and like. Thank you.
Next time, remember to subscribe, go through the bell, share, like.